九号精神，没有画完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，抢我的衣服？我是预言家，乔莎的三号。但是一号不管是狼还是好人，他的脸完全都不动声色，所以一号感叹的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厉害，而且他刚刚在汗尿的时候还这样，蹬屁蹬啊。那因为刚刚在八发言的时候，五狂伸懒腰，就是那种，好，我大概已经抿出来了，赶快到我归。所以我可能以状态目前状态认下来的话，我觉得可能在二四里面选一个，所以着重听二四过。干嘛？你刚刚说他是不是？干嘛？打架？我这样算不算？算不算？算完了。我这样算不算？我下腰给你看。可以，来，可以，你不要赌气啊！你不要赌气，好松哦！我可以出坑了吗？我可以出坑了吗？被计程车司机碎念，还是被酸民呛？被计程车司机碎念。边唱歌边放屁，还是唱歌大走音？边唱歌边放屁。演员还是歌手？目前歌手。前面还是后面？前面。人可怕还是人可怕？赞，挖鼻孔，李小龙，哇，很快。刷牙！暂停！什么？三个字哦，李小龙，我一直在